到了，李德基，走。爸爸，我吃到海带了，这可以吃的海带。我们是原始人，这是我们晚上住的地方哦。最后一集，我们终于住到最差的地方了，哈哈！你看，我们这里要自己生火。现在关键是就是这个食材呀、啊，咱怎么弄？其实风往上进来会很冷。哎呦！等等我们呀！等等我来呀！我们都撑不住了。能干的好事不要你们这些爸爸，你们这些都不等我们。我们在前面探路。我原谅你一次，下次不要再做这样。好的，下次再也不这样做。原谅一次啊。